我讨厌这片丛林，它马上就要不见了，看我施魔法，三、二、一，砰！哇！你们没有地方可以躲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安啾，今天我们又要来飘飘脑冒险喽 ，Go！ 那今天我们去雪岛探险，不是？那今天我们去雪岛探险，探险。今天我们去，今天我们去雪岛探险吧。那我们走喽。哦，我看到一个 Enderman， 有没有看到？安德哎，是安德。是吧？可是我没有点到他的头啊，好可怕啊！不会啦，他对我不会有害，不要理他就好了，是吧？是吧？那我们就 go 吧。而且我看到安德那边啊，有五块铁矿，啊，非常的兴奋，好想去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尽。等一下我们就去吧。哦，什么？对，我去做把剑来。哎，僵尸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啦，因为僵尸这么弱，对不对？是他在哪？哦，我猜是在这下面。这个该不会是说这有地下矿坑吧 ？Oh my god！那太惊险了！可是照之前的调性，东西都是放在就是树上，不知道这次是不是？这次树上没有东西。哎呦！啊，我看到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在那里。哎呀，你怎么在我下面？哎呀，他们每个都跑上来送死！好了，不要，你就在那边被烧死就好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！啊，我也着火了！等一下，水在哪？你不是已经要死了吗？你要死就乖乖去死啊！捡东西，快啊！我只是想要回去捡东西。服务员两只苦力怕，不过那不关我事，而且不是两只，是三只，那也不关我的事。而且为什么一死就晚上了？不，我只是想要捡个东西，让我捡一下就好。我没有要打扰你们，就是我不是我不是来我没有要冒犯你们的意思，我中毒了，我没有要进去啊！等一下，我这居然有女巫，而且她会用魔法，我只是想要捡东西啊！你们怎么这样对我？好，我不捡了吗？怎么会有女巫啊？我们偷看一下，苦力怕。僵尸、蜈蚣，其实我很想要找到蜈蚣生怪砖呢，因为我之后要打中介龙嘛。听说打中介龙用弓的话，就是攻击力会增加，所以我真的很想要做一个就是蜈蚣的经验塔，只是你不知道以我的程度做不做得出来啦。
好多铁，好想捡，那不是铁，那是血，铁。我不知道这样做意义何在，不过好恐怖、哦。很好，很好。这是什么生怪装啊？对。哦，找到一个地狱之心。哇，你不会生出来吧？为什么我砍不掉？啊，砍掉，砍掉。好啦，把你封印起来咯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。你是巫婆吗？其实我不会看欸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好吧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把它封印了。哈哈哈哈。星有五个了。那啊啊，我们先去拿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。箱子里面的东西是在哪一座山啊？是这一座吗？是那一座，误会误会。嘿，三个碎石，两个宝石，五个铁锭，然后还有金锭跟面包一个。哇哦，拿到那么好的东西，先回家放。铁锭现在有八个。好，那我们来做铁装。穿衣服，穿衣服，穿衣服。铁质胸甲啊，看起来非常的厉害。可是我也把我所有的铁都用完了，我好悲伤啊。那我们来穿。哦，有一点点的不好看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介意。后面怎么会动？哎，这边有一个铁，好吧？啊哈哈哈！不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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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应该来了，对不起，怎么会跑到更奇怪的地方来了？啊！不行，我要跟他正面交锋！我不怕你，等一下，你居然还有同伙，你还藏在那里，你居然藏在那里，看我怎么惩罚你！我要拿那个，不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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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又有？不，你不要爆炸！哦，怎样啊？一定会爆哦，这是必然的吗？哦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我觉得有点可怕，我要回家，我要 ，I wanna go home， please let me go home， no， I don't need you， 不，我想你们误会了什么，我真的没有要来就是偷袭你们的意思，就是让我回家好吗？拜托 ，let me go， 啊，哎呦，我要睡觉。啊、哦，行好啊！我要去捡我的东西啊，捡得到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所以其实那些洞窟就是连接下面这些地方吗？看是，哎呦，真的是，那是毒蜘蛛吗？绿绿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先去捡骨。你不要以为你站在那边射得到我哦，不要以为我没看到你哦。啊，好烦哦，好烦哦。好烦哦，我的东西也不知道掉在哪里，我刚刚都没有看仔细。这里，哦，捡。哎，我的装备，等一下，我的铁质胸甲在哪里？哦，嗯，哦，你为什么要吓我？等一下。
现在是非常紧张，非常的紧张。哎，我的铁质胸甲该不会这样子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吧？啊，这个水好烦啊，需要把它堵起来。我的铁质胸甲啦，我的铁装，还我，我的铁很珍贵哎。不是，我没有要找你啊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啦？奇怪你，奇怪。我的矿坑被炸得好烂哦。而且捡回，没有要捕什么会从上面下来？哦哦，我看到有一条路了，这好烦哦！我骗你了，没事，我真的要死了。那个该死的幽灵的声音啊！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不要来烦我就对了，不要来烦我，不要来烦我，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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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我先走，先让我拿，我没有。我没有命了啦！哎，我才刚搭好的耶。不要不要，我要掉下去了！不，怎么可能让你得逞呢？好，我死了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我们快点再去捡骨吧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拿什么？哎呦，咦！你吓我啊你！居然有六个八个绿宝石跟铁锭。回家，知道自己很弱就不要贪心。怎么办？很可怕，很可怕！我冒了一身冷汗。冷汗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冷汗。我们先去找村民玩好了，我们很久没去见他们了，我想他们有点想我。好吧，那我们来拿复活台，因为我的功力变高了，所以我应该可以尝试拿附魔台。那我们再看看哦。有苦力怕怕哎，我真的怕怕。Double kill， 不要打我啊！ Triple kill， quad kill， penta kill， legendary kill。我跟你们说，因为我一直死，所以我快受不了了。我决定我现在要先去，我现在要去先找鸡，因为鸡呢有什么？有做弓箭的原料，所以呢我们就先去小鸡岛吧，就是蛋壳岛，因为做的很像。就是蛋壳下半球的样子，我没有心情解释，我们就走吧。我们从这个岛连过去，就是伤心地，这个地方是伤心地，它就有名字。你看，我们听到悦耳的鸡的叫声，赞哦！有一只鸡在那里耶，可是我救不了你。可怜的小鸡怎么在那里？哎，我们到嘞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下去，好高哦！我的妈，好恐怖啊！跳到水里就不会有事吗？哎，中间还有一个。不好意思啊，而且有问题啊，我下去我就上不来，
因为呢，真的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倒一桶水下去吧。啵啵啵啵，啾啾！啊哈！你看，我们做成滑水道了，哇，好刺激哦！我们现在就来跳水吧。呜呜呜呜呜，这条有点长。我到了，好紧张哦！就直线下去吧。来，哎呦！哦，好棒哦，赞呢，耶！我到树上了。这是什么生机砖吗？欸，是生机砖呢。我以为这会有一大堆蛋呢，我整个误会，结果一颗蛋都没有，一颗蛋都没有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你长得好像绿头鸭，你根本不是鸡吧？他说每个岛应该都会有箱子，所以这个岛的箱子在哪里？是这下面吗？感觉是哦。哎，拿到第一只星，还有三个绿宝石，然后铁锭跟金锭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没了吗？真的没了、哦，怎么有一种失落感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哎，所以这个岛就这样结束了。哦，蛋蛋，你为什么不生蛋蛋呢？蛋，蛋呢？蛋，生蛋蛋蛋。啊，那我先回去放东西好了。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小鸡拜。哎，我骂脏话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各位家长，请原谅我，我是故意的。我掉下去了，我死了。不要跑！这狐狸趴在边边，它在嘲讽我。我只有土可以打你，你这样是犯规。是你啦，对不起。什么时候早上啊？别一直吓我啦！你在安慰我吗？不是，你就这样走。一个杀一个啦！你想？我有一只乌贼掉下来死了，飞天乌贼，你为什么会想不开？你看，又有一只要来送死了，好顺，好顺。快到顶端了，我们快成功了！耶！吃鸡肉，快乐快乐，吃鸡肉。一只星六个，然后这是铁锭跟羽毛，羽毛上拿来做弓箭的。然后哇，我们有超多的绿宝石。我们有三个铁锭了啊，真是大丰收！好啦，我们有32只箭了。你看，是不是又复活了呢？大家是不是又都出现了呢？然后呢，大家又都出现了呢。我只有4支箭，完全打不死他们呢。啊，飞下去了呢！谢谢你，非常的 thank you。还是打鼓励炮啊，比较实在。没劲了呢！好啊，你们互殴啊！好好好好。
刺激！哦，死了呢！你们两个在那里啊？啊，我现在要怎么办？硬拼啊，是吗？硬干了，是吗？哦，死了哎！下去啦！已经晚上了哎，晚上了，我该怎么办？火攻！天，我要停了。